坐落于新加坡第十游区著名的荷兰林路与静谧的斯乃山路之交，一处由洋房别墅与鸟语花香环绕的书香宝地。低密度的怡然舒适和优雅自如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即将迎来崭新的诠释。由知名建筑事务所 DP Architects 倾心设计，紧密结合景观公园与居住环境的绿色魅力，这是我的选择 Park Suite。从本地市场到生活超市，家人和我总能找到新鲜美味的食材。即使突然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也可以轻松到小区超市立即采购。不仅如此， Park Suite 的零售空间还配有餐饮、补习中心、诊所等，让生活的便利触手可及。周末放松时光，来附近的绿色走廊徒步路线，休闲慢跑，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一草一木的生机勃勃。附近的民众俱乐部也有丰富的活动，来做一场瑜伽，放松身心。又或者陪父母到新加坡植物园散步，在那儿为母亲拍个兰花园写真，与父亲聊聊最近工作的发展。在 Park Suite， 我的宝贝可在优质教育资源中长大。附近有恒利小学、华侨中学、UWC 世界联合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际顶尖的学府均在十分钟车程内。平日我最喜欢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早餐，有了德国米勒品牌厨具的帮助，让我轻松烹饪各种可口佳肴。3.35米的挑高，通透敞亮的户型设计，给在家用餐带来别具一格的轻松惬意。而在平层户型里， Park Suite 借用宽敞的阳台设计，为生活增添一丝绿色的宁静致远。细致的镂花阳台拉窗，巧妙地将室内与室外空间阻隔，即使窗外风雨呼啸，室内仍然舒适如初。在 Park Suites， 为了让您拥有舒适的生活方式，每一单位都设有无线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无缝兼容多个系统设备，为您带来灵活性，为全家人提供更多舒适。双层双人户设计可以更好地为将来做计划，上层的 studio 独立办公空间是给我自己的礼物，下层两房一厅的设计让父母和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奢华的五米挑高能优雅展现窗外的公园美景。 SOHO， 一个现代流行生活方式的全新展现。Park Suite 特别附赠调高阁楼空间，让我能平衡日常生活和居家办公的不同需求。傍晚我最喜欢在五楼的私人阳台享受一杯白酒。现代欧式设计，品质厨卫，高端选材，独特的空间利用将紧跟时代的生活需求。Park Suite 打造一处独一无二的绿色住所，把与众不同的健康生活带给每一位欣赏它的人。